听说里面也有什么？六万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听说里面这些大哥大姐鼓励你们来这边来发展哈、哦。我必须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真的啦。现在的政府机构有没有叫做银发族的就业博览会？有。有哦，不要怀疑哦。各位，现在的政府机构有没有一些我们叫做针对银发族，他们要求企业去找出来一些职缺让银发族做，有没有？有。有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老人家，如果你不让他做事情，真的他会觉得他自己什么？没有。哎，不老用，很像废人一样哦。所以我还是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这样的课，因为我们毕竟是给谁上的？太好，有一个领导人哦，他就叫我说一定要跟大家澄清一下，不然他会觉得他自己比较什么，觉得蛮可惜的哈、哦。齐杰在吗？你搞不好有一天你都不用工作，你还可以拿到你的分红跟红利，要还是不要？大姐，你要找我吗？长兴帮我们准备好了公司、产品、制度、系统，干嘛？这是一个平台，这个平台可以帮助各位大哥大姐。记住哦，不论你年纪多大了，像我们的刘老爹，84岁，他也是在这边经营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也是在这边分享，他也是很认同这个事业。哦，即使他过去这么高的一个什么？哦，这么高的一个过去的经历哈、哦，哎，先帮你们打个广告哈、哦，有在看季刊的举手。在长兴这个商业平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很清楚知道，公司帮我们准备最好的产品，公司也给我们最好的一个事业机会，而这整个运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称为大圆满系统。各位，圆满好不好？好。大家又有健康，又有财富，又有钱赚，又有时间，又有好朋友。然后又什么？又能够行善做功德，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！我觉得这个地方哦，真的是一个什么，真的好地方哦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透过我们禅心调整性的产品哦，各位，外面的健康食品有没有办法调整疾病、改善疾病？有没有办法让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进步？不见得哦。就我所知，70%-80%的产品，它没办法做到调整性的产品。针对性的，知道哦，都是可能缺什么补什么啊，哈、哦，少什么就吃什么啊，啊，吃光的吃什么啊，啊，吃安怎，啊，心中的吃什么啊，啊，又吃安怎？哦，各位，你知道吗？搞不好这个桌子对不对，也放不完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在长兴，它的一个能够改善的一个机转，它也是透过细胞，好、哦，因为细胞是我们人最小的什么？哦，身体最小组成的单位哈、哦，它会连接到我们的心脏、肺、肝胆、肾、胰、脾、肠胃哈、哦，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很多的系统，免疫系统啊、神经系统啊、呼吸系统啊、消化系统啊、泌尿系统，很多很多的十大系统哦，在这个情况让它能够产生最好的一个什么改善治愈的一个效果，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在这个产业是不是夕阳产业？听我讲哈、哦，现在若是做夕阳产业，你做到怎样劳工，你可能也赚不起。真的哦，有很多产业现在不容易赚到钱。要不要举例子？各位现在做印刷赚不赚得到钱？问一下这位印刷界的一个大佬哦，是不是您大哥？不是你哈、哦，我们有一个会员哈、哦，听我讲哦，我来哦，他做印刷还当过理事长，他说他现在的生意交给他的什么孩子。可是他说印刷现在真的是叫什么夕阳产业没落，各位有没有听过印刷是不是要印东西？对，现在台干怎样你知道吗？哦，台干利润就安怎就薄就坏的，那没办法啊。那很多的产业你在对的时机做对的事情就可以赚到最多的钱，就像各位以前那个时代做家电有没有办法赚到钱啊？哎，有没有听说啊？以前说卖一台微波炉赚一台哦，卖一台录影机，70、80年代知道什么时候吧？民国50、60年、60、70年的时候，对还是不对的？对，这个时代你们不是走过了吗？对，我也走过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回应我呢？可是呢，现在这个时候卖一台微波炉，卖一台什么录影机、家电的东西，你告诉我，第一个有没有利润？没有了。听我讲。你现在还没得卖了，现在没有录影机了，现在是什么？手机。对啊，现在不用录影机了，现在都是用什么？手机。
对，所以你就发觉说，哎，其实我们在这个21世纪现在的时代，其实医疗这个产业，各位看一下，才是一个什么？才是一个商机，才是一个趋势。为什么？因为医疗这个产业跟健康有关系。各位，健康是无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无价表示什么？表示没办法行动。很多什么？各位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商机是很大的。真的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哈，只要跟人有关系的产业，特别是跟生病有关系的产业，跟健康有关系的产业，跟医疗有关系的产业，各位，它的商机真的是无远弗届。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的一点就是说，长兴是不是在做医疗产业啊？是哈，来跟我一起来念一下，一二三，我们提供什么？恢复自我治愈力的产品，对不？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，恢复自我治愈的产品，你讲这句话出来，如果做不到，会被人家弄。会被人家修理哦，但是我们的产品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非常好的效果哦。那我们在这个部分，我们又用一个验证医学的方式哦，还是跟各位讲，各位大哥大姐，如果今天唐经理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如果我没有办法透过医学的报告，没有办法透过医学的检测去关心你的健康，甚至各位我没有医学的专业，你们相信吗？高雄行。你看，有人直接跟我讲不相信呢、啊。我管你嘴卡安怎，传播讲到飞天安怎。你们讲话真可爱耶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反正就是啊。所以各位，我的意思是告诉各位，今天公司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什么，这样子的一个验证都很重要哦。来，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做体重管理的市场？减重的市场要不要做？哎，商机很大哦，各位。就像我就是需要减重嘛，我也需要体重管理嘛。哎，不要笑，真的啊。如果我到这个年纪没有肚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帅，不好看。我觉得我没有肚子，我帅毙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年轻20岁，我冠名啊都困美迪，你知道吗？认真听哦。那各位你知道吗？连我们现在做减重产品、做减重的市场跟体重管理，我们还有验证呢。干无。我们能不能做体脂啊？可以。有啊，没有照过体脂的举手。有没有少啊？看你的肌肉有没有长出来啊？看你有没有解决你现在的一些我不要担心的。各位听哦，我们现在十大死因里面8个跟肥胖有关系啊。如果你要健康，其实在医学验证的角度，你就可以很相信长兴哦。你还在吗？还在哈 ，OK。因为我待会要问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怕他当中睡着了，然后呢，他在回答的时候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刚睡一半呢。”一场从什么时候开始推的？你们告诉我。8月、7月，去年就开始推了吧？对啊。好，三立一场就是 Ken 跟什么新亚3.0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认真听哦，在座你们的家人，包含你自己，大哥大姐。如果长兴可以让我们自己家人健康，让你长寿好不好？好，好好，让你好好体力好不好？好，认真听哦。你知道今天是唐经理讲课，你会不会前天晚上在家里睡饱一点？睡不着。嚯、哦，今天我的粉丝都困没起啦，知道不？伤兴奋啊！大哥大姐，如果以后你们都知道我们外面有海报嘛，知道我上课嘛，前一天晚上可不可以睡饱一点？你麦公前一天晚上就是不睡觉啦。晚上2、3点还在那边玩手机啦，结果呢看电视啦。各位，真的听我这种演讲还能够睡得着，我太佩服你了。幼稚对不对？太夸张了。哦，你很夸张，你到那么后面还讲说你睡不着。各位，你们讲事实上，我跟你讲那么久，你们都还不要有好的记忆力，你们真的太不应该了啦。要不要啦？真的啦，一个月花多少钱啊？10到15万，不包含其他的费用哦。开玩笑，10到15万怎么花？你起码退休金刚好一个月10到15万。没有，至少没有那么贵。真的啊，这商品可能只要它的1/10，甚至不到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也希望有好的眼睛，我们也希望什么？各位，你的
家里面的孩子希不希望他长高啊，长什么的，希不希望？各位，我儿子已经见证给你们看了嘛，我儿子不是又长高又读书，身体还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刚有啦，哦，你们不爱跟我讲话，真正，哦，等下我就黑啊哦。你啊，我带你囝来我看。哦，带我囝，我怕你们帮我介绍我儿子得到健康，得到全家人的幸福快乐。真的啦，我跟我儿子哈，我自己也有感觉，我跟我儿子始终很快乐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儿子没有给我讲一些很多抱怨的话。爸爸，我生个就矮，我看150几公分，160几公分。各位有没有孩子会怪父母亲？会啊。爸爸，你搞我生个这么红啊！你看我读册读到哪，读到书，读到三姓书那个什么？太好了，谢谢你们哈、哦。来看一下，我跟你们讲哈、哦，我真的很佩服大家，我也很佩服长兴。长兴是不是上个月出2.0？对。称为 Ken 的什么升级版？有没有？各位，我就是 Ken， 我儿子就是 Ken 2.0，一代什么？一代、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千万不要那句话哦，讲出来我会流眼泪哦，说一代不如一代哦，一代比一代好哦。来看一下，上个月8月份出来，各位多少盒？1800。什么时候卖完？各位15号就卖。我们的操作上面，我们的运作上面有做一个调整。我们以前是告诉大家一个月介绍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就可以在长兴什么，达到非凡的自由，对不对？但现在不太一样了，现在是要告诉你怎么样？一个月要三个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要你一个月的时间，先要冲到董事，然后做3个月的时间，你就在这边奠定你的基础。所以各位，以前比较好做，还是现在比较好做？我再讲一次。以前比较好做，还是现在比较好做？几岁的女生，一个是台湾人，一个是香港人，他们大概都20几岁的时间，他们的收入都可能比我现在高。他们一个是我们叫做亚洲区的总监，另外一个是海外，他们国际市场的总监。26岁哦，27岁哦，你知道他们做什么行业？你们知道吗？他们是做我们叫做旅游的产业，他做的是全亚洲跟全世界的旅游的生意。各位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旅游这个生意有没有商机？有吗？那你现在这个时候去考导游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啊。你现在这个时候去当什么业务有没有用？没有啊。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的一点是说，在这个，如果各位大哥大姐哈，不管你们今年现在几岁，我觉得长兴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，就是不管你的年纪几岁，还是你现在的状况如何，你过去的背景经历一样，各位给你一个平台，希望你跟我们一起来打拼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不讲话了，老师想睡觉了哦。AI 是什么 ？AI 是半年的 ，BI 是什么？一年的会员，对不对？那可。